嗯，因为等一下要给你小礼物啊，给你一大罐的养乐多，好吗？不行啊，还没有买。那你的多多放在哪里？啊？你的多多放在哪里？你都喝哪一种多？等一下，我的礼物。哦，你没有多多耶。等一下，我。咦，这个 Seven 没有卖多多吗？我等一下，我要吃这个。你要喜欢吃这个啊？对啊。我要吃。要吃啊！多多在哪里？多多是这一款吗？不是啊，你旁边有那茶叶蛋啊。哈哈，医师见证，最近卖翻了这一本。依然是说饭。多多在这里啦。蓝莓。那不行啊。不会吧？啊，然后把它拆开，这边都空了。因为25块，就是果酱涂上去而已。不行，这里有多多哎。这个不行。那时是多多哎。这是糖，那里面是糖果啦。可要喝呢，你看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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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里面有糖果。这是多多糖。这是多多的糖果，韩国人的。我要两瓶，我要两手。你都喝哪一罐多多啊？这里好像没有金苹果。啊，金苹果在哪里？在那里啊。啊，等一下要拿给人家啊。你是老板耶。哇，好多东西耶！还没报到。爸爸这个也是哎，爸爸这个也是。那是什么？苹果牛奶。这个也是苹果牛奶。对呀。哇，这一小罐40块了。哪里？这个。今麦几斤要叫你报？较早这牛奶不是拢10块、20块。